2岁的时候，我妈就被人贩子拐跑了。不管能不能找到，我觉得都谢谢你们。就是，希望肯定能帮就帮到一点吧。万一有机会呢，是吧？网友还是很厉害。一个月，有热心网友通过留下的信息和姓名，然后跟小区取得联系，经过比对确认，确实是他妈妈。没想到会这么愉快的成功的。我账号就只是提供一个平台。真的厉害的还是在网友。我12月份在西湖旁边有一个活动，就是邀请路人拍照片。他也是被我邀请路人之一。他说他的人生拍一部电影的话，可以叫做《小蝌蚪找妈妈》。评论区有很多网友会说那个地址在他家附近。经过他们老家人的帮忙，那个人是他妈妈。我觉得很意外，本来没有抱希望。我是真的觉得现在的网友太强大了，就自己一个人力量可能比较薄弱，但是很多网友都是挺善意的。我觉得这个力量真的是又一次震撼到我了。